嘅耳環對於襯衫嚟講咧，真係好重要噶。所以咧，今日就教大家 DIY 整耳環，而且仲要係耳環放題，任整唔嬲啊！呢間工作坊位於九龍灣，小班教學，教大家整耳環、手鏈等等嘅飾物。一開始要先學整一對基本款嘅耳環，等大家先掌握咗用開口圈同埋穿針嘅技巧。冇穿耳嘅朋友，平時比較難揾到嘅耳夾款，喺呢度就可以自己整啦。咁就完成咗第一对啦，然后就可以自由揀配件。目测有超过200种配件可以揀啊，配衬出独一无二嘅耳环。利用啱啱学过嘅技巧，将啲配件串连起嚟。店入面仲有啲自家设计嘅配件，用 3D 打印制作出配件嘅外形，再配合埋滴胶同埋色粉。将啲滴胶调好色之后，用滴胶为富士山填色，然后用 UV 灯照射10分钟，等啲滴胶凝固，配埋其他配件，穿上耳针就搞掂啦。仲有另一种做法，就是用油漆，直接将啲配件油上中意嘅颜色。